来，我家是拜大悲公的，我想要换成拜佛，如何进行？你拜佛可以，大悲公还是在、啊、大悲公是土地公，他是护法，并不是说我拜佛就不拜大悲公，那么大悲公不气死了、因为他是护法，只是你是皈依三宝，但是大悲公变成护法，感谢他。只是大悲公可以不用跟佛像放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因为大悲公位置不一样。